是的，我们分开了。啊，别难过了，宝宝，这没有办法的事儿。안가면안돼啊，시간다됐어하지마别担心了，济州岛很近的，这次就回，回来还要给你过生日呢，是不是？不在这几天你也好好吃饭啊，嗯，你看看你，变瘦了，嗯，乖，我就去出差几天，别哭了，怎么哭了呢？怎么办？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傻瓜，这是我特意去给你升级的第二钻戒，男人凭什么一生只能定制一枚，他虽然不能买第二枚，却可以升级换款，除了你我不会再送给第二个人，原本打算生日时候给你惊喜，现在就把这个唯一的名额交给你了，怎么样，这样有没有开心一点？사랑해，别让我担心。자기，嗯，돌아올때미리알려줘내가맞은거할게。嗯，알았어，들어간게。嗯。